大家好，今日咧就陪我去深圳护理嘅一天。如果你都中意个人护理嘅话咧，就要睇落去咯。如果你中意我嘅 channel， 记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隔篱嘅钟仔有新片，你就会知噶啦。我哋开始咯。讲嘢最紧要有牙力，睇牙最紧要有实力。呢句嘢咧，我细细个就听到而家噶啦，估唔到今日真系有机会过嚟爱康健亲身体验一下。我都好耐冇洗牙噶啦，所以我今日约咗爱康健嘅专业洗牙帮棚牙冲翻个靓凉。今日嚟到罗湖关口附近嘅爱康健啦，关口行过嚟大概十分钟，位置就系喺香格里拉嘅斜对面啦。爱康健接近有30年历史噶啦，呢个环境咧系等候区咯，都几大噶。爱康健公仔，仲有啲嘢饮啊，糖同饼干。准备开始洗牙啦，我好紧张啊！不过唔使紧张，因为爱康健系以可靠嘅服务品质、完善嘅医疗管理同埋合理嘅透明收费，创造咗香港人跨境睇牙嘅风潮噶。而爱康健嘅部分收费咧，都比香港平一半以上噶，所以咧香港市民咧系多一个性价比高嘅医疗选择啊！仲有啊，爱康健齿科拥有符合国际标准嘅独层住院病区，总面积系超过32万嘅平方尺。嚟洗完牙啦，我觉得咧洗完只牙咧真系好干净咯，因为医生咧用呢个沙粉咧同我刮走啲牙渍咯，所以就干净晒啦，里里外外都干净晒啊。同埋咧过程嘅途中咧，医生咧都好专业同埋好细心咯，每一个步骤咧都会问我啊痛唔痛啊，有冇唔舒服啊咁样嘅。今次洗牙咧，我觉得系真系好细心嘅医生，因为咧我觉得咧冇一种非常痛好难受嘅感觉咯。因为我以前咧平时洗牙咧都成日都有呢种哇好难受我好惊嘅感觉，但系今次就冇咯，即系医生比较轻柔啲，咁就接受程度都大啲。爱康健咧就听得多啦，但系咧嚟咧我真系第一次嚟咯，咁我就觉得个环境咧其实系好大啦，好靓啦，同埋我觉得都系新净嘅。然之后店员咧都好服务同埋有礼啦，所以成个过程都好开心啊！洗完牙仲有礼物收添啊，送咗牙线俾我，同埋舒适达嘅敏感牙膏啊。咁咧就咁洗牙去牙石咧就150蚊一次嘅。咁如果用国产嘅沙粉去洗牙咧，就350蚊一次。咁如果系用进口嘅沙粉咧，就系550蚊一次咯。咁我今次嘅体验咧系550蚊一次嘅进口沙粉。洗完牙啦，我棚牙咧就舒服晒啦。但系咧，我觉得头发太过 bulky， 太过重咯。但我唔想整短噶，咁我而家去整个头发先。头发啦，发完地啊，头发嘅 before。就係咁噶啦！我而家整完個頭啦，幾好睇喎，有翻層次感啊，爽啊！牛大汁啊！呢個25蚊嘅牛肉滷汁拌飯啊，嚟呢一間美甲噶啦，呢套 gel 甲，我指甲係咁嘅樣咯，跟住我上次個 friend 話，以為係個款係咁樣咯，揀顏色。整完个指甲啦，觉得好靓啊！大概整一个半钟至2个钟咯。去南山嗰度食蟹三宝，到呢个后海站啊，嚟到彭润达广场啊，感觉系一个商业大厦噶，就系蟹三宝。就餐牌咯，咁叫咗个蟹黄金捞啊，一个饭一个面。同埋咧就係呢個蟹粉蝦仁大雲吞，收藏同埋打卡咧就會可以有可樂噶啦，或者呢度環境都唔錯嘅。先放蟹粉，然之後再放醋，面可以免費加噶。如果中意食蟹粉、蟹肉、蟹膏嘅朋友，呢一間都好值得推介你哋嚟噶。佢嘅蟹粉咧好有蟹味啦，然之後蟹膏好大粒喎，好正啊，真係。好，我倒呢个饭咧，嚟啦！哇，饭个感觉系爆满啲咯，因为佢面咧系好大个面俾你咯，仲有可以
無限添加喎。喂，正喎、啊！咁我睇下呢個飯襯落去呢個蟹膏嘅感覺係點嘅先。我自己咧係中意飯多啲咯。白飯咁簡單，襯出呢個蟹膏蟹黃嘅濃味，就好似你食梅菜蒸肉餅咁樣。要白飯咁簡單先可以襯出呢個感覺。依度咧最少有兩隻蟹刮出嚟嘅份量啊，因為佢嘅蟹膏都好多啦，同埋啲肉超多啊，真係好正啊！依、這個中意蟹嘅一定要嚟試下。蟹粉雲吞一樣係超多蟹粉，一粒雲吞咧包裹住呢個蟹粉。哇，好有 juicy 嘅感覺啊！整好甲啦，洗好牙啦，頭髮都剪好啦，成個人真係 refresh 曬啊！完成咗今日整理嘅一天啊！如果大家中意睇我整理嘅一天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！拜拜。